你的信哦。谢谢。 我邀请了梅雅仔，我寻龙高手的朋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梅雅仔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等一下！哎，梅雅仔，等一下！梅雅仔，梅雅仔，嗨，浩然，嗨，你好，我是明朗。 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贵宾游览向导，你收到我们的邀请信了吗？这个是的，让我用电影的魔法带你穿越到未来的北京环球度假区，先睹为快吧。谢谢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梅雅仔知道路，一起飞吧。等一下，飞？嗯。 来到北京环球度假区，在这里你可以在七大主题园区享受身临其境般的游乐体验。我们的第一站来自梦工厂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，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功夫熊猫主题园区。你将见到功夫熊猫中最令人喜爱的角色，还可以偷师各种功夫绝招。我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Yeah! 是时候和我最喜欢的熊猫，一起练功夫了。阿宝，阿宝，我们去下一站吧。特工们，我是特工李冰冰。 同时，也是你们与汽车人之间的联络人和盟友之一。变形金刚基地是巢穴部队的北京总部，也是绝密的超高能科技区。在这里，汽车人和人类将携手对抗邪恶的大天赋。人类，你们处于危险之中。特工们，我们将一直与擎天柱同在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来共同保卫地球。 擎天柱，我准备好了。下一站，快来小黄人乐园和神偷奶爸的影迷们一起玩耍吧！赵明娱乐创造了很多有趣的小黄人角色，鲍勃、斯图尔特、凯文，他们搅的世界不得安宁。鲁巴鲁巴鲁巴，调皮的冒险即将开始了。 天哪，到处都是小黄人！欢迎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，踏上巫师村的神奇之旅，探索霍格沃茨魔法学校。魔杖就绪 ，Expecto Patronum！ 我准备好体验魔法世界了。走进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。 这里的设计灵感源自卖座影片《侏罗纪世界》，你将直面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型恐龙，亲身体验一场6500万年前史诗般的冒险之旅。下一站，好莱坞。 将化身大明星，尽享流光溢彩，体验灯光、摄像、开拍的仿真拍摄实况。等等，那是斯皮尔伯格和张艺谋导演吗 ？When we decided to build Universal Beijing, I just felt that I would only want to do this project together with Emo.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环球影城在北京，就要马上开始了。这是一个中美文化的一个结合，非常令人期待。穿越令人目不暇接的主题园区，尽享融入多种中国元素的惊险刺激。
和沉浸感受，体验来自全世界超高人气的骑乘和游乐设施。哇耶！一切精彩尽在北京环球度假区。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2021年盛大开幕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带你们一起去冒险了。北京环球度假区，我们2021见。